喂，顾佳，聚聚啊，好啊，那你把位置发给我。嗯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哎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这杯才是你的。Hello，Hello，hello, 亲爱的，这么多讲究呢？当然了，怀孕最好少喝咖啡，知道吗？哎，曼妮，啊，你给我挑那个包真的太好用了，是吧？谢谢你啊。没事的，我上次跟你说的对吧？喜欢买包的人挑款式都有排序的，最想买的肯定是那些限量款，商家拿来做噱头，就有人乐于一个一个的收藏。他们认为经典款的三年五年用它太没有新鲜感了呀。曼妮，你好懂啊，这么复杂，跟他们打交道多了嘛，这点总是懂的呀。那看来以后我还得经常向您请教。好，你可别嫌我烦啊。没事。哎，曼妮，以后你们店里有什么员工折扣之类的，你告诉我呀。不过好像打折我也买不起。嗯，你可以让你们家陈老师给你买呀，就当做你怀孕的礼物。叫他，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你们今天怎么约在这儿见面啊？小晴明天要去医院建档，我先过来陪她挑几本怀孕的书。哦。超级紧张，我今天要少吃一点，不知道明天到医院医生会不会让我控制体重呢。哎呦，你又看不出来的了，你不说谁知道你怀孕了？嗯，公司没有人知道，你帮我保密啊。啊，等我建完档之后再去跟领导通个气吧。嗯，行了，建档是明天的事儿，今天还是可以多吃一点的。真的可以吃啊？当然可以吃了。曼妮，你喜欢哪个口味的？那我就吃巧克力吧。嗯，谢谢你们啊。你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。对了，顾佳，嗯，你有没有去过游轮旅行啊？去过啊。嗯，怎么了？你也要去吗？公司奖励我欧洲游轮行啊，所以我就想在销售旺季前用掉算了。哎，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坐游轮出去旅行特别省心。哎，那会不会晕船啊？我以前在我们家乡坐那个小船，我都晕得不行了。嗯。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挺稳的，哦，没关系。如果晕船的话，船上有晕船药，你找那个服务生要就行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问他们要就行了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你们公司给你订的是普通舱还是行政舱？嗯，游轮还这么讲究呢？当然了，普通舱和行政舱的房型不一样，活动区域也不一样。我们公司奖励的嘛，应该就是普通舱呀。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升个舱，行政舱跟普通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行政舱真的很好，而且到了晚上还有那个船长晚宴，你再带两条漂亮的小裙子去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嗯，好羡慕你们可以出去玩的，像我这个样子一年半载都不能出去。谁说你不能出去啊？啊，上海郊区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玩的。小琴啊，你这么说，我感觉我心里平衡点了。你外面都是什么朋友啊？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呀，还是小升舱呀？对呀，我查了，要补一半的差价，但是公司已经帮我出了半张票了，那就等于。我相当于五折，我就能去行政舱了。这样算下来也蛮划算的。是呀，谁不想去行政舱？但是你这钱不出不就省了吗？但是错过了这一次，我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去行政舱了。也是，那我跟你说，你要置办点行头，打扮得美美的去。嗯，万一有艳遇呢？走啦。就这两双有你的号了，我能拿员工价。哎呦，灵的灵的，谢谢啊！哎，我试试。这双肯定是经典款，只能打七折，要三天大起。哎，我觉得这双很值，哎，最新款打五折。多少钱啊？我三天出点头，好多明星都穿哦。
怎么办呀？好难选哦。那就一起带着呗。买不起啊。那还买我们家的鞋，不嫌贵啊？哎，要不要我给你推荐一个高仿微商？我不要，我要买就买真的。而且我已经算好了，每个季度呢买一双打折的好鞋，高跟鞋、凉鞋、运动鞋、皮鞋，一年就这四双够了。不理解，这双鞋都能买三四双普通鞋了，多换换样式穿不好吗？20岁才追求样式，30岁该追求品质了呀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决定了，就买这双经典款的吧，永远不过时。谁让咱们买不起？行行行，那你们下次内购会想着我啊。没问题，第一个微信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请问是王曼妮小姐吗？啊，我是，我是。这是您的包裹。啊。你需要给我一个收件吗？888354。对。啊，好，谢谢你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曼妮。我给你选了两件我觉得特别适合船长晚宴穿的裙子，你先试试看，不喜欢再来我们家选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调一下临时额度。哎，对，国外用的。欧洲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那个现在分期付款有什么优惠啊？喂，房东太太。哎，小王，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，我马上就把钱转给你。哎呦，没转正好呀，东西不要急着转。哎，我问侬呀，侬有没有看最近的新闻啦？什么？新闻呀。新闻。哟，那你的年轻人才不看新闻，对不啦？你的楼子不灵光了呀，根本房子销量就要下来老多嘞。哦，是吗？房子买不动，房子买不动，房地嘛就要涨了呀。侬晓得阿拉现在的小区几钿不啦？我帮侬讲，侬房子现在就帮不要钞票一样的呀。姐姐，那咱们也是一年一签的呀，你总不见得给我涨价吧？哎呦，侬给我讲了，讲了就提早解约好嘞。我都买不了一个号头，我早上。别！那姐姐，你说涨多少？侬现在七千块，葛末我搿人呢也讲信用啊。啊。8500介。8500啊，这么多啊？哎呦，昨日超市冲买2块，今朝早浪向就买到3.8块嘞。我现在一个房子涨幅还没冲高，侬讲贵勿啦？王小姐，我看我没必要，侬直接就叫性价比打包3号头就好了啊。一台饮水机100块，我拥有的只是个饮水泵。让人负担不起的不是这些东西的价格，负担不起的是带着他们一起搬家。比起房租涨价，更让人害怕的是不停不停的搬家，是你永远都没法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来。
就这样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游艇会套房的客人也是在这里用餐？不是的，游艇会在15楼有一个专属的餐厅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2家特色餐厅，一个是海中洲火锅，一个是美式鱼排屋。那我可不可以参观一下游艇会的套房啊？你好，我找管家带你过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里的套房一般要补多少差价？像这种的游艇会套房的话，我们补差价是18000。这边请。有没有便宜一点的？这是我们游艇会最具性价比的套房了。请问小姐，您需要升舱吗？我再考虑一下。好的，没关系，欢迎随时联系我们。这边的专属的餐厅我是可以单独付费的，是吧？可以的，小姐。谢谢。小姐您好，几位？我一位。您这边请。谢谢。请。我可以坐那个靠窗的位置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有规定，靠窗的位置都需要预定。谢谢。这边是餐单，我们餐厅是额外付费的，还有15%的服务费。